大家好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声卡，它是 MX1， 然后它的有几个特色，就是它基本上它是有六段式的，音效的大小声，像音效它其实是可以调大小声的，那它有六段的音效，然后它这个12个特殊音效，它其实是有长按短按的差别，会有不同的音效，长按会有另外一个音效出来，然后它还有特殊的，例如说，我们均衡的部分，均衡的部分是调可以依照自己的音色去调适合自己的加，例如说这是加重低音，然后加重高音这样子，依照自己的音色做调整，然后会有回音，回音的部分，它其实可以选择中混、大混、自然。或是像我们聊天的，回音，或是像现在这个小的混音。那我现在要唱一首《有一种悲伤》然后今天使用的麦克风是 A 八千。我不羡慕太阳。照不亮你过往，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，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，不用开口，也就无需躲藏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模样。剩下倔强，剩下了伤。